出来吧，人都走了。我们家小猴子还真是长大了，胆儿也变肥了。 半夜三更躲在柜子里偷看我洗澡，我没有偷看你洗澡。那你在干嘛？我不说。欧阳博士，我以为这是杭如雪的房间。你偷看杭如雪洗澡？当然不是了，哎呦，我没有想要偷看任何人洗澡。总之，我就是不能说。你要是去找博士。 你找到便是啊！看好遇见了你，下了雨，不担心明天的路会有多远，多担心。只是往往最后的都留在最后，压轴戏才是看够了。遇见了你在路口，不担心向左向右的曲折多安稳。 只是往往最后的都是最好的，遇见了你才是最美的开始。笨蛋，什么都做不好。羞耻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 我又给你丢人了，你又不是我的人，给我丢什么人？太忙了，师傅不早了。 回去休息吧。哦。只是往往最后的都是最好的，遇见了你才是最美的开始。 你说这大晚上谁在吵啊？没人啊。哎，远志，左阳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哦，那走吧，反正怪冷嘛。好。
今天学的动作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诸位大哥，刚刚我在营房附近捡到了这枚腰佩，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哥不慎遗漏的。大家都看一下，知道这是谁掉的吗？是我的，是我的。老六，你竟会胡说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？看起来挺值钱的。兴许那人已经调离了。那调离的人还查得到吗？可以是可以。我们的人员流动都有档案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档案室在藏书阁。你知道藏书阁的守夜人吧？有他在，没有人能进档案室。多谢这位大哥。捡到了宝贝还会物归原主，读书人果然高风亮节。秋池，我拿书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干嘛见到我就跑啊？那，你不是生我气了吗？谁说我生气了？可你明明就……你没生气，是我想错了，对不起，秋池。真的知道错了？这样就对了吗？这就乖了吗？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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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样子真是狼狈。你不会专程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听说，你之所以被罚，是因为洛秋池。全书院的人都知道了。你堂堂一个少监之子，在书院也是人见人畏的人物，这洛秋池只是一个无名无权的贱民，却让你频频出丑。怕是以后书院没人再听你的，都以洛秋池为首吗？不行，我一定得弄死这臭小子。就说他也太狡猾了，每次都让他跑了，最后这受罚的是我。那就不要用自己的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应该还记得藏书阁守夜人吧？对呀，让藏书阁守夜人揍死他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守夜人从不搭理任何人，怎么可能帮你揍他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让洛秋池自己去找守夜人。他看起来很傻吗？你就告诉洛秋池，如果他能打得过守夜人，你就不会再去招惹他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他要是不敢去，我就告诉全书院的人他是一个怂包。他要是去了，哼，守夜人把他屎都打出来，我看他以后怎么跟我作对。高啊！你今日出门，去猎户那儿给我买一些捕兽用的夹子，最好是捕老虎的那种。毕竟他也算是一只猛兽。等等，你要捕谁啊？杭如雪啊，他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我还怎么当东夷神君？那我觉得杭教头好可怜啊。他可怜？那我断的那条腿呢？不不不，他不可怜，他不可怜，你可怜，你可怜，我可怜，我可怜，我可怜，行了吗？那。谢子云他们精呢？你也要报复吗？不是不报，时机未到。在竹秀书院这么无聊，留谢子云他们几个，也算是解闷儿。洛秋池，洛秋池，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谢大公子，又有什么新的花招啊？今天我们就做个了结，不玩那些虚的了。求之不得。哼，你知道藏书阁的守夜人吧？今晚，您要能孤身一人闯入藏书阁，并坚持半个时辰，
还能毫发无伤的出来，就算你赢。做不到，就给我滚出书院！不行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把他收起。怎么样啊？敢不敢应战？敢应战的话，就收下这生死状。不行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不能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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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！哎，可以，但是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只说了我输了，滚出书院，你并没有说你们输了，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要是输了，同样滚出书院。你们滚不滚出书院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样吧，如果你们输了的话，你们四个在我胯下钻三个来回。我哎，这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怎么？不敢吗？哼，谁说不敢？就这么定了。今晚亥时，夜巡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在藏书阁门口见面。谁不来，谁就算输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哼，哼，哼。我不是都说让你别答应了吗？你忘了我跟你讲守夜人的事了？你去挑战他，无异于是送命啊！要我的命？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哎呀，你知道藏书阁的守夜人吧？有他在，没有人能进档案室。我要去藏书阁查档案，就必须经过这个守夜人。这赌局来的正好，我要好好探探这个人的深浅。